一二三四，来。约根今天想要跟一位女生约会，所以来到台北101站。我今天想要去的比较特别的店，可是她好像有一点迟到。不好意思。哦，迟到来了。沙豆酱，今天约根要带我去哪里呢？今天我想要跟你去泰式 BBQ 约会。好，所以今天的计划是在泰国 BBQ 约会计划。好，我们来到的是大圆白 A13 的14楼，然后这里里面有那一家店哦，那我们赶快走吧。嗯，进来了，很漂亮吧？很漂亮，而且我最喜欢的是这边的风景。对，这个风景其实就是14楼，所以看到的风景是还蛮漂亮的。而且还有看到山呢，那个山是什么啊？又滚？阳明山吧。那我们目前我们餐厅的话是供应这张套餐，这边所有菜色部分都是吃得到的，然后它就是一个人699再加一层服务费。那我们有四道经典菜色的方式呢，都是合菜的方式做供应的。那串烧类你们点几人份就会有几只。最特别的话是我们还有提供我们的特色姜黄米，它是可以我们免费续饭的。哇，那这样真的很厉害耶。那除了这些吃的之外啊，还有什么饮料的部分呢的话它都是要再另外单点的哦。比较招牌的话呢，都是会建议是搭配我们气泡系列的饮品，因为搭配我们串烧的时候会吃起来比较清爽一点。那我们现在刚刚好就是有推出赠心券的活动，一张500块的赠心券就可以招待一杯饮料，那是120元以内的都可以。我听说你们还有啤酒吗？有。的前菜到了，我们前菜有两道凉拌青木瓜虾吐司，那先吃吧。谢谢。じゃあ、先にいただきます。芝麻，这个啊超级有层次感的，一开始会吃到那个芝麻的咔吱，然后第二个是会咬到那个炸吐司的沙咕的口感，然后再会咬那个虾子的香味，最后是那个面包的甜味跟空气感，所以这个层次感超级棒，超级厉害。有它的特别的这个酱哦，有一点 spicy， 可是还是甜的香味，超级搭配。你真的这个很好吃。いただきます。很香耶。木瓜会变成这么香吗？其实它是有一点点辣辣麻麻的感觉吧。我好喜欢这个酱哦，因为泰式料理通常都会痛痛麻麻的嘛。对，可是它是甜甜然后麻麻的。而且你也知道我不太喜欢吃菜，对不对？可是呢，这个的话，因为酱会盖过去那个菜的苦苦的味道，我可以很顺口的吃进去耶。然后台湾的天气的话是闷热，所以吃这个的话感觉会清爽。你看，很讨厌菜的沙豆酱一直在这样吃。今天是约会嘛，不是工作，所以哇，请喝。这个是比利时杜瓦的啤酒，然后它的味道是巧克力跟胡椒的，比较苦的，大人的口味比较重一点吧。我的是比利时马勒柚，它是蜂蜜烟熏焦糖，可是它也不是甜的，因为是空色，所以只有风味而已。对，我自己是感觉比一般的啤酒比较顺口吧。这样，干杯！干杯！哦，哒哒！来吃这个串烧的部分吧。然后我超想要吃的是这个虾子的。哎，讲到虾子，我有一个抱怨，这种不是拍那个，那先吃咯。那个默契考验的时候啊，你就说沙豆酱最爱虾子，可是我没有喜欢虾子哦。很好吃耶，然后呢？所以我觉得你都不了解我。那你最喜欢吃什么？肉。
嗯，不过外面的泡芙超级口感，サクサク，然后里面是嫩嫩的，うまい。嗯，很好吃。那又跟最近工作怎么样呢？还是很开心吧。但又跟应该吃很多吧，比较辛苦一点。不会啊，吃很多不是很幸福吗？因为跟三原君讲他们一起拍嘛，所以还是觉得很开心又好笑。嗯。那佐藤ちゃん你呢？我们是进来这个团体之前就已经在画面上知道三原君讲还有日之漫了，对不对？嗯。然后我觉得。我进来反而更喜欢他们的感觉，有可能是在画面上面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他们是那种私底下也很努力，所以越知道他们会越喜欢的人，就觉得跟这种前辈们啊一起上班，觉得很幸福。嗯，佐藤ちゃん，嗯，怎么了？不是跟你说今天是约会？对啊，约会啊。哪里约会的时候咬合棒的事情？那要聊什么？喜欢怎么类型的男生呢？应该大家是想知道的啊。其实我比较喜欢是那种 ABC Cooking 的 Masa-san， 很温柔的感觉，然后聪明，很有那个活跃感的人，然后头发是黑黑的，然后就是感觉不会恰啦恰啦的感觉的人。哦。有可能外表的话，白皮肤吧，感觉很有魅力。然后头发是比较长头发的，然后眼睛大大的。个性的话，看跟我合不合这样一把。怎么了？我眼睛有没有大？给大家看。这不是来搞笑？你自己来搞笑的。我们绿色这个是薄荷酱，它主要是搭配我们蔬菜的串烧类。那白色这个是泰式辣酱呢，是搭配海鲜类的。那红色的话是泰北辣酱，那它是主要是搭配肉类。辣粉分特别辣的超级辣粉跟柠香辣粉，是让你自由搭配。那我们唯一不会辣的话就是我们的孜然粉，像毛柠檬汁呢，你可以加在我们的姜黄饭，它会有特别的味道。哦，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这样好了，我就是想象 Yuga， 然后帮你搭配那个粉，然后你也想象我，然后就是搭配那个粉，然后我们互相交换。怎么样？好的。嗯，沙豆酱其实不喜欢吃辣的，这要考虑它的身体。我就选一点点辣的好了，因为月滚呢真的不太能吃辣。其实啊，我们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啊，月滚真的很不能吃辣。可是我觉得在三院交换或是上次那个麻辣什么什么，我觉得月滚真的吃很多辣，所以我看了真的有觉得很感动的感觉。所以其实我看了那个影片，就有真的啊，月滚好加油哦的感觉。我好像用一点太多了，我用其他的来救回来好了。那这个是泰式辣酱，刚才的哥哥说这个很适合海鲜，所以就加了一点点把它救回来。啊，真的好像有点太多了，对不对？姜，哇，我可以吃，我可以吃，我真的。对不起，我可以吃。不用吃，不用吃，我来吃。因为你特地帮我做的嘛，我来吃，没关系，这个是没关系。只是我看看。我先吃这个。嗯，好。那个帮我调的。超级好吃。哦，超级好吃吗？真的吗？我这次用的是孜然川香粉跟香茅柠檬汁，这个加起来，我相信有在更上的感觉。哦，那好，那我来吃这个哦。いただきます。觉得呢？还是有香味。吃吃看好了。真的不用，真的不用。月滚要喝吗？好。大早。谢谢。好温柔，你好，很好。耶，月滚会吃醋吗？哦，我很会。喂，
好意外哦！我的那个独占欲很强的人。那你怎么样的时候会吃醋啊？看到女生在聊天，感觉很开心就有的时候会感觉这样也会有。这个是对我有吓到哎。其实我不会跟他讲，可是内心会一直觉得。对对对对。有约会的感觉呢。有吗？如果你跟男朋友约会的话，你想要去哪里约会？哦，好问题耶。因为我很怕热，所以可能会想去电影院とか、水族馆。我的话还是想要去逛街买东西吧。我其实喜欢送给别人礼物，因为可以看到对象的开心的样子啊。送个衣服穿那样子都感觉更漂亮。好，那我们的甜点到了，这个是酸柑气泡饮，然后这个是甘蔗咖啡气泡饮。那我先喝上面跟下面。对对对。第一次体验的。第一次体验吧。很厉害，这个是咖啡的气泡饮。对，然后下面的是甜甜的，很厉害。来换这个酸柑气泡饮，那下面是果冻的气泡饮。哦，下面酸酸，然后超甜的那个，很像西洛。我们还要点两个甜点，抹抹喳喳冰淇淋起司香蕉卷。じゃあい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烧饺子，冰淇淋一开始我觉得是香草的，可是它不是，是椰子的冰淇淋。然后它是应该把香蕉去炸，所以它是温的。所以这个椰子冰淇淋跟大家冰跟暖。哇，这个我的也是，这个椰子的很香，然后口感也是非常的丰富，然后你也可以跟喜欢的东西一起搭配这样子。好，那我们的最后一口。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吃完了。接下来我们今天来的是瓦城的新开的叫月月泰 BBQ， 然后在台湾呢，泰国料理的店其实不少，可是吃得到泰国的 BBQ 很少见吧？应该我至少只有看到他们这一间而已吧。对，所以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呢。好，那今天我们的重点吗？我们来评分，对吗？吗？三二一，两分。那你说说看，我两分的理由。两分的理由，辣椒。然后今天是约会，你一开始聊什么？恋爱的话题吗？没有，是我们伙伴三元团体工作的事情。哎呦，吃醋了吗？不是，这个不是，你搞错今天的题目了。呀，失败了。对，可是我现在应该也有一点红吧。对，喝醉了。真的，他们的酒也很好喝，在约会的时候啊，可以聊到这个酒比较特别之类的话题，我也变成很丰富。而且真的很适合，不只是约会，朋友的聚餐啊，或是谁的生日啊，都非常的适合。所以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去看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别忘记我们五麦美食频道每天五点更新，所以记得要订阅哦。那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谢谢大家，拜拜。掉很多耶。谢谢你，谢谢，谢谢牛，谢谢。